我常常会看到阿嬷去捡那种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，然后或者水就这样搓搓搓搓搓，就会出现好多好多的泡泡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好神奇，然后看着阿嬷拿那些泡泡去洗头还有洗碗盘，我就很好奇地问阿嬷说这是什么东西。这时候阿嬷就会笑笑地跟我说，这是上天给我们上好的命。原来阿嬷捡的这个果实呢叫做无患子。